起来收看。小朋友最爱问在三十七的为什么？大集合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？为什么有男生和女生呢？为什么恐龙会消失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家也有爱问为什么的孩子吗？这本小朋友最爱问三三七个为什么大集合就是你的救援秘籍。整本书有三三七个孩子常见的问题，清楚归纳成生活、身体、自然、动物、地球与宇宙五大主题。大主题再细分为丰富的子单元，每页左上角会标示单元类别，每个单元都有代表的图示。一个问题搭配一张帮助理解的大图，一个问题一个答案，会切中问题核心，简单的解答，并提供孩子思考和讨论的方向。每个主题还有相关的知识补充。这本书很适合作为亲子探索问题的起点。有些问题有点抽象，像是为什么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？有些问题每个小孩必问，我们是怎么出生的？还有其他跟我们周遭相关的大小问题，这本书都能帮小朋友解答疑惑。下次再遇到孩子问为什么，就不用愣个两秒或眉头深锁，翻开这本书一起找找答案吧。